我得拍个俺这小子十三菜，我得拍个俺小子全程操作小车的那个车厢，叫大伙看看。我买这小车实用不实用？俺小子才十三，我喂了有大概有一千头猪。俺小子自个儿今天下午加料，这小车操作挺方便啊，挺好，挺实用。大伙儿看看，看来这小买个这小车不白买啊，老少皆宜，安实用安全。关键的是加料的时候，这个不撒料，不扔料。这钱不白花啊！挣多少人工啊？小孩也能干这活，大伙儿看看，还得说现在这高科技啊，省工省力。古人有不听话的时候，这个没有不听话的时候啊。